激动的员工啊趴着这个车子啊，不让这些委员离开。那我们有同仁啊，这是以警棍来做一个秩序的维护啊。据我们的了解啊，并没有有殴打民众的部分啊。如果有啊，我们的依法来办理。刚刚有拍到影片哈，那有一个员工他确实就是有一个警察确实对着这个抗议的员工挥了警棍，而且甚至把他推开。但我问了，我刚刚有那个，可是看起来不像是那个员工有趴在车子上。我们目前了解的是确实有员工，因为当然有相关的影带啊，这个有员工趴在车子上啊，阻挡这个车辆的离开啊。那我们有员警啊，拿警棍啊，做一个这个秩序的维护，那并没有啊殴打这个民众的这个状况。同仁已经不是第一次站出来抗争，之前我们也去过总统府。 甚至去过劳动局、劳动部、交通部，大家有看过警棍这个东西吗？没有。我没有想到，在私人的领土上面，在私人的公司企业的楼下，居然有警棍出现。甚至我们刚刚同仁说，警察已经出动了迅雷小组，外面还有两大台的警备车。我不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在我认为来看，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穿着复兴航空企业工会的制服，我们手上手无寸铁，有的只是什么一点凝脂。刚刚在这边西装笔挺、外面穿个黑外套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今天是我们在猜他是中兴保全，是我们在猜，从头到尾他没有对我表达他表示他的身份，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只知道他跟警察站在一起。 把我们一个人一个拉开，一个个推开，甚至他不会顾在说，今天大家是在马路上发生偷情。如果今天有人被推开，后面的车子开过来，那后果不堪设想。